在这里啊。嗯。过来。咋？洗澡去啊。什么玩意儿？去洗澡。对，合适吗？那不合适啊。我们三个一起洗澡啊。哦。你有病吧？你去澡堂洗、啊。那你说清楚啊。哎，慧慧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们沐浴露什么都没买，那便利蜂买点吧。那浴场里面都有啊。都有吗？你在浴场里面现买肯定很贵，那里面。五个都是免费的。免费的吗？嗯。确定啊？那免费的我能带回家吗？你有本事带你就带。我肯定有本事带喽。你这买的什么？这是他家的现磨自制咖啡，可好喝了，还便宜。嗯。你喝过啊？对啊，我经常。那你给我也买一杯呗。好。哎，怎么了？这是女生去的地方，男的在那边啊。哦，好，那你们快点洗啊。知道了。哎呦，快点啊！你们怎么这么慢啊？你们男生搓两面，我们女生搓四面，你们肯定快。你怎么知道男生搓两面啊？啊？啊？你怎么知道男人搓两面？我在网上看的。哦、嗯。你在网上看这个干嘛？他就推给我了嘛，那视频。啊、哦。怎么会推给你呢？啊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啊？行，我们换个地方吧，别在这坐着了。Later。哎，在家住厕所，出来住山洞。我的命运呐、啊！我们去那边躺会儿吧。你早就该这么说了，出来干嘛来了？出来就放松来了。走，这边已经很热了，还扎堆儿。啊？行吗？你们不能去那边，那边好多空位儿。那我过去。哎、啊。喂，你看。拿着咖啡杯干嘛？沐浴露。对啊，你应该光着出来的啊，你怎么带的？你管我怎么带出来的？哎，这个人、啊，今天遇到了雷暴，刚好跟慧慧来个法事局。哇哦！你有病！哦，慧慧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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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问你，你发誓你的脚臭是不是真的？把我当成一个女孩子，你发誓，你说快点，趁现在。我发誓、啊、是真的，承认就行。那你也发誓，你跟你那个发小木木有没有别的关系？我都说了多少遍了，她就是我妹妹，我发誓我们没有别的关系。那你发誓，你跟你前女友呢？你还喜不喜欢她了？我发誓不喜欢了，行了吧？这还差。那你发誓你还喜欢你前男友吗？我不喜欢了。你确定啊？我发誓。那你再发誓，如果我跟你妹妹瑞儿好上了你不准生气。他说要等个大的。你发誓你不喜欢我？什么玩意儿啊！快点，你发誓。那你发誓你不喜欢我？我先问的，你发誓。女士优先。你发誓。你先发。我先问的。你先发。快点，你先发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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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不我们先回家吧。好。啊哈。还没收衣服呢。走走走走走。行。哦。妈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我没抢到票，然后放假呢。救命啊！干什么你？给我妈发语音呢，你安静点啊。妈，我没抢到票，然后放假。啊，烦人！你干什么啊你？我警告你啊，你那个动静给我收回去，我跟你讲，这是我妈。你干嘛？妈，我那个，哎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我问你啊，干什么？怎么了？那是我妈，不是你妈。这么喜欢叫妈是吧？行啊，来，我给我妈打个电话。
你来叫行吧。不挂。喂，啊妈，啊我跟你说个事儿，我放假没抢到票，然后我就不回去了啊。啊对，哎等会儿，我那个我室友要跟你说话。来，哎我妈跟你说话呢，快。喂，阿姨好。你不应该叫妈妈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我们刚闹着玩呢，跟你，啊，哎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会处理好合租关系的。每天我们房间地都是我来扫，我来拖的。啊，我早上起来我都没闲着，我洗了一早上的衣服，我还给他洗了一个小时的衣服呢。明明都是我洗。嘘，打电话呢。他每天睡到自然醒，然后就让我给他洗衣服。我刚刚还把饭做好了，待会儿就准备吃饭了。你进过厨房吗？哎，没事嘛，都是室友嘛，我们没什么好计较的，助人为乐嘛。虽然他天天啥都不干，你知道吧？他就是，哎，阿姨不是他说的那样的。哎，但是吧，他也有优点，那挺会过日子的，知道我喜欢吃，你看给我囤了好多自热火锅。我知道张建宇喜欢吃，我就多买了一点。你跟叔叔喜欢吃吗？我给你寄一点。哎。那个妈，妈，那我先挂了啊，不说了，拜拜。嗯，你为什么骗阿姨啊？你这样，你家人会认为我好吃懒做。你那么在意我家人的看法干嘛呢？我不可以在意你家人看法吗？不是，你跟我的家人又不会有交集，你们又不会见面，哎呀，说一下怎么了？是不会有交集，跟你也别再有交集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？哎。这不给我买的吗？哎，你怎么又变卦了呀？哎，有交集还不行吗？有交集啊哈，有交集行不行啊？我明天就让我妈过来行了吧。